我们去开房吧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我们不是说要回家吗？哦，苏明啊，是这样的，我那个车子不是发动机有点问题吗？今天白天我拿去那个修理厂修了，本来那个老板说今天下午就可以拿到车，但是刚刚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说要明天早上才能拿到到车了，就我们就上不去了，就只能在这下面住一晚上了，苏明啊。渣哥，没事的，你拿不到车你不用送我回去，我自己走路上去就好了，我平常都是走路的呀。不是你走路的话今天太晚了，你看你到家都凌晨了，而且那个山路那么难走又没有路灯的，你一个女孩子自己回家的话我觉得太不安全了。没事的渣哥，我能走的，我都习惯了。没事没事，苏曼，我们就在这下面住一晚上吧，你看酒店就在那儿了，好不好？还是你自己住这儿住嘛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张哥。不是，苏曼，你听我说，这个酒店不贵的，你看，而且我们又不是天天住，就住一晚上，我们去开一间房，然后明天早上我送你上去，好不好？啊，是张哥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快点，快点，走。张哥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为什么呀，什么呀？就是我感觉，就太浪费钱了，而且每次都是让你花钱，我这心里也是有点不踏实，还是算了吧，要不我还是走了，张哥啊。不是苏曼，苏曼，你听我说，这真的就只要几十块钱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你现在上去太不方便了，不安全，你听我的，好不好？就住一晚上，明天我送你上去。那好吧，张哥。对，听我的，走进去吧。那你坐一下，我去开个房啊。好。苏曼呀，开好了。今天又让你破费了。没有，我都说了要不了多少钱。这样吧，苏曼啊，你看夏天也要到了嘛，我看你每天也没什么衣服穿来穿去，就这几件，我带你去买点衣服穿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张哥，我这衣服挺好的，我这衣服挺好穿的。不是，苏曼啊，你看女孩子要懂得打扮自己，好不好？我们也换个风格，我们去买点新衣服穿，好不好？真的不用了，张哥，不用破费了，不用麻烦。你看我这真的挺好的，你看。哎呦，你就听我的，你就听我的，走走走走走走，我带你去买点，走吧。苏曼呀，我们差点来晚了，你看其他都关门了，这儿还有一家，来，我们快进去看一下。那好吧，张哥。走，你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，苏曼呀。但是张哥，我也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。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。哎，苏曼呀，这里有裙子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要不我们选几件裙子吧？你看，而且这夏天的话，适合去穿这个裙子，好不好？张哥，穿裙子呀？对呀。我一般都穿裙子，不太好吧？你没穿过裙子吗？那更要去尝试一下了。这样吧，你没穿过，我来给你挑几件，你觉得呢？可以是吧？行，那我去挑一下啊，然后你自己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喜欢的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苏曼啊，这件还有这开头这一件，我觉得这两件挺好的，你觉得呢？这两件吗？对，可以，张哥。可以是吧？那行，那你去换一下吧，来。去试一下。对，你试一下，来。那好吧。快去吧。哈哈，苏曼啊，这件裙子太适合你了。真的吗，张哥？真的。我感觉太露了。没有，苏曼啊，夏天的裙子都是这样的，这件比前面那几件都好看，要不就选这一件吧。真的吗，张哥？这真的适合我吗？真的适合，穿上太漂亮了，真的。好吧，张哥听你的，那我就要这件吧，张哥。可以。然后这件的话我自己买。苏曼啊，这个钱我已经付过了。钱你付了吗？对，你进去换的时候我已经付过了，然后走吧，那我们走吧。啊，
不是张哥，就我自己买就好了，这肯定很贵吧？不贵不贵，就不贵的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啊，我们付过了，走吧走吧。那好吧。什么呀？啊？你放开一点嘛。张哥，我这第一次穿裙子，感觉就是探路了，有点不习惯。没事的，苏妹啊，你看街上所有的女孩子都是这样穿的，而且你看，你穿上它这么漂亮的，以后就是要这样，懂得打扮自己，自信一点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张哥。哇，真的，苏妹啊，太漂亮了，简直就是仙女下凡了。张哥，你就别夸我了。没有，我说的是心里话。那苏妹啊，你这样吧，我现在带你去吃个饭，好不好？吃饭吗，张哥？我不饿的。你不饿吗？嗯。但是我饿了，什么呀？你饿了呀？对，你就陪我去吃个饭嘛，好不好？那可以，张哥，我请你去吃饭。你看你都刚刚给我花了这么多钱了，又给我买衣服的，我请你去吃饭吧。行，你请我吃，走。走吧，张哥。走。什么呀？哎。我们去吃什么呀？张哥，这个点应该只有那些面还有那个烧烤了。我今天请你去吃烧烤吧，我这里还有200多块钱呢。这样吧，苏妹啊，我们去吃面吧，我喜欢吃面。那个钱的话你就留着给小小买点吃的用的，好不好？没事的，张哥，你看你都对我这么好。这个钱的话可以慢慢挣。今天的话我请你去吃一顿好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样啊，那你听我的吧，张哥，要不然我就生气了。真的，你每次都对我这么好，我也要请你吃一点好的。那好吧，那走吧，张哥，走吧。来，苏妹啊，多吃一点这个虾。好，谢谢张哥。张哥啊。啊，怎么了？就是我想谢谢你，谢谢你每次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总是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。这么久以来，总是把最好的、最好吃的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。真的，谢谢你啊。哎呦，苏妹啊，你说什么谢谢呀？你看我不对自己的女朋友好，我对谁好呢？对不对？还有苏妹啊，其实你能开开心心的、快快乐乐的，我会更开心的。所以说你不用想太多，而且苏妹啊，你要准备好，做好心理准备，我只会对你越来越好的，好不好？那你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，不用想太多，真的。好，三哥，那你也吃。好，快吃吧。吃吧，来，多吃点肉啊。好。哎，苏妹啊。哎。来，快到了，然后你把房卡拿上，快去休息吧。好，张哥，那你呢？我当然是回我的出租屋呀。难道你想？没有，张哥。就是我刚搞忘了。哦，行，那快去休息吧，我明天早上再来接你。好，行，那张哥今天谢谢你了。哎，不用谢，快去休息吧，早点休息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